什么玩意儿？后事再立。好，就在此处大坐下啦。华为哪？哎呀，我家华的名客，哪来的望月之神呐？给我骗嘞！小施主请了。不知长老到我家有何事啊？岂乃华为？华为？请问长老会是华金是华银吗？一把华金，二把华银，岂乃华的家雷行人？有请长老，进得you
就坏了。怎样才能接到雷心人的金塔？侯成有啊，师父，这个好，我倒想起来了。有情人家就怕死人失火，主考在什么？你不如在他家后花园装死上来，再次提考，不怕他雷心人把气来探望。在什么？从那儿装啊！徒儿，你虽在地下，耳目紧闭，待我起来提考，一定将他惊动出来，让他不敢不计报的。雷家出人命了，我的徒儿一击就死在你家花园后。Thank you.
从何处而来，你应道是有情人送把有情人，你已经把道理早去办来。
心急，免得来自不与父母，我想儿子定会回来的呀。提醒我那个土鬼娘多回话了，提醒我那个土鬼娘啊！
强子父，养女强子母。王妈妈年轻时候长得不丑，你家女儿也叮咛漂亮了。哎呀，大人啊，不瞒你说，我家的贵娘们从小的时候不活开，头上那大一头的秃子，心里可不同了，然后是点真是女大十八变了，一变也漂亮了。亲爹的头上也不同了，头发也长起来了。那就好了，头发长起来呀、啊，人也大了，一晓得又活开又漂亮了，一天哪又长到那么正大的手头油哦。哎呀呀，你家女儿头发再多，也用不了这么多的手头油啊。哎呀，头发多。你看呐、啊，用不了这么多塑料油，他哎，一天呐要打扮几遍，身上的衣裳啊，哎呀又好看又穿漂亮了。你晓得我那个怪娘头发啦长多长吗？多长了？娘，站起来嘛，粗鲁鼻子，刷下来粗鲁鞋子，卧起来嘛，像他妈妈那个大老人子。王妈妈取笑你啊！哎，哪些人呐？今天嘛，到你家来了来，一来是旺旺的，二一来嘛，都是什么？你看我个那个怪娘啊，人大了，又勤用啊！你看我们家来的，你是晓得的，哪会有这么多的银子把那去花呀？到你家来来嘛，想跟你呀、啊、来，几年了的哦？啊，我明白。凤皮当的不在家中，这金银儿哭一次不在身边，这来迎亲我难以娶你。哎呀，我是哪些人呐、啊？三爷刘大财主刘大爷不在家，可嘛，你是一个来当家的，我嘛晓得你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啊一次不在你跟前，你呀、啊、身边大概。会有两个不？我是王妈妈娘。Thank you.
就把楚云的了，把我的楚云当了，怎么来打领楚云呢？一走啊，就吓得都来不了，哪晓得故意开呀？我们呀，就弄那个人呢，站那么长了，他就挖了，一挖呢，那个呢，遇到领袖了，干嘛的呀？朝里那个木来的呢，一走就像那个当啷了的，那个为人民呐，吃咋来呀？一吃啦，你脸一动正正常的嘞。你家那个为人民不理到罢了，罢了呢，一天呐一天过死了，一天到就不动，就连回来他妈妈割吃，我换两只脚，妈，这个呢哪会像个为人民呢？哪会像个躺民呢？再叫他妈妈割吃喽，妈妈一干三套啊，黑就你们多少割吃，我这个坏媳妇把那死去的，还有呢，做那个干来的啦，吃那个啦，破病的，让他干来鼓励啦。走了，到放铁铃一样哦，啷个呢？那炮仗一放，轰啪！里面那个呢？炮仗一放啊，轰呲！放个炸了一零多少的关系啊？你看你这花什么？那是死去关系啊！
你看你是不是急花了啊？不急就不急吧，急就急吧，是这么多花了是哪里呀？啊，难道是娘家的呀？出这么多邻居了，不邻不去了，就不对人家了？几百两个人机，几两就不能机，你就不对人家红人吗？这，你太放肆了。太不像话，匆匆过来。哎，做什么啊？你我想王妈妈送了出去。